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最近呢，接了一场活动，酒楼开业，明天正式开业了。现在来看一下筹备的工作。这边他们奶茶糊了，等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今天呢，海鲜酒楼盛大开业，在这里，光哥首先祝福我们的海鲜酒楼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你看，现在光哥的舞台呢就搭在后边，我得去安排下工作。叫五十对应叫啥？啊？这里呢是光哥是整摆啊。Hello。Hello。辛苦了。你刚刚到过来。这是我们的设备。比你来。
我们这套设备呢，适合中小型的会场，比如说现在是半套的音响，如果呢搞一套可以吊起来的，多大型的都有，只要你找到光哥这边就行了，好吧？这个是我们的组长，全都是靠他的，主撑、主干的力量，调音啊各方面，哎呀，一山有一山高啊。现在我们的设备呢正在紧张的安装当中，这个舞狮表演准备踩青了啊，那狮子就爬上去，踩了青之后就揭牌，正式的启动仪式。我们的金牌主持人笛子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心情怎么样？非常激动，开心。还有好多姑娘呢。对角卷后方，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奖品呢？我们的十等奖是寻龙鱼一条，加上花甲有两斤。娟娟，小娟跟大家打个招呼呗。大家好。打个招呼呗，哈喽，哎，哈哈哈，这几个是我们光哥团跳舞的舞蹈的姑娘们，都是非常威武霸气的，等一下你们就看到她跳舞是非常好看的了。番茄虾两只，加上多宝鱼一条，一等奖是龙虾一只，加上花蟹两只。小娟，你期待着中奖啊！准备中奖，哪个号是你的？支持我们月新楼海鲜楼的朋友们，用什么样的方式送给你们呢？小妹上台了，哎呦！
三个都是没有男朋友哦。哇，这套衣服很好看哦。哇，这朵花好漂亮啊、哦！我叫他们拿来，这是哪个卖菜是吗？